当正念被运用在运动之中，就会令你的身心一致。跑步是一种正念的修行，正念跑步练习可以令人跑步那时觉得自在、开心和轻松。开始正念跑步，要选自己熟悉的路线，不要操心去看地图，或者烦恼跑步的方向和距离。跑步讲求两步一吸，两步一呼，这样可以让身体有充足的氧气，放松你的膊头，不要驼背，双臂是前后摆动，而不是往旁边摆动。将思绪专注在当下的步伐和放松的膊头上面，不要去想过去和未来、工作或者感情。一边跑步，一边左脚灌右脚，有规律地呼吸，有节奏地摆臂，速度开始稳定之后，整个人就好像踏入了另一个平衡世界。这个时候，身体、思想和跑步融为一体，就是正念跑步。